的日常生活啦，这种思维哈，行住坐卧哈，这种的思维仪，咱的辈分、团体的生活啊，拢总是一一的规矩呢，啊，拢总是有教过，大家人有学过，啊，教啦是团，啊，学呢是修，那发教出去啦，咱都爱甲伊修入来，啊，修入来呢，就是爱用伫咱的日常生活，安尼呢。叫做法律司马行在法中，安尼这是真正舒服。常常讲的佛法是生活化，也菩萨呢是人间化。所以咱学佛就是要学菩萨，菩萨。不是只会救人而已，还是要自救，啊，要自救呢，是要在生活中有佛法，有规则，哦，那不只是自己，生活中的法，也嘛都要，咱的家庭啊，要落实这个佛法。譬如讲穿衫不只是在团体中要整齐，咱以身作则，让咱的家庭、咱的下一代，因拢端端庄庄的，这就是表示呢孩子的心正，伊的心真正，那伊呢对家己的内心。有阻碍，所以对人有礼貌，所以一定呢穿衫爱穿个真端庄，邋邋遢遢就是不尊重自己，也对人无礼貌，所以啊礼貌啊爱伫生活中，伫咱家己的身躯做起吼，所以这就。团体啦，是爱安尼的整齐，家庭嘛需要安尼的整齐啊。团体是教育，家庭嘛是爱安尼的教育啊。夜夜看到大家人啊，食饭啊开始爱学，盼望夜地真重要啊。夜嘛都爱公筷母匙。这我那爱带转去呢，那好厝的呢，大家人要食饭啊，安尼真端庄啊，盘碗压低，而且呢卫生，安尼拢顾好以后，这呢对心灵的法则，参加身体的规则吼，健康的规则，拢总呢顾会到啊。啊，希望大家人，咱这个生活中佛法的生活化，生活呢，这些咱拢爱学。哎呀，看恁讲吼，同款啊，学智慧啊，这人的规则本来呢，向外爱真亮丽，向内伫咱的房间，伫咱的眠床，嘛都爱真有规则哦。这就是表示呢，咱的生活内外一致，君子心基笃啊。所以啊，我睡起来呢，我把我的床铺拢爱真整齐，这叫做内外修行啦。这就是咱的心的修行吼。那出来外面行路，就是家己人伫外口伫咧行。开车、骑卡达车，拢是爱守交通规则。那这拢总是伫生活中啊，佛法生活化，菩萨人间化。
咱要求菩萨来庇佑咱，不如呢，咱爱家己菩萨啦，求家己内心的菩萨。要求外面的灵感，不如求咱内底的感应。所以希望大家，那菩萨在咱家己的身躯边，那咱都爱求咱内心嘛。那人人本具佛性，要回归本具佛性啦，那就爱经过了菩萨道吼。那要经过菩萨道的以前啦，咱爱经过呢。真正的人道，所以最近啊，师父拢一直讲，希望大家人发爱入心嘛。人格呢，爱做好一行，人格那行啊，那佛格才会行哦。所以爱先做一个好人，铺好人生的路，爱铺好一平。人生的路若破会平，人格若做会好，自然啊，咱就是到菩提道来吼啊！人间路破平，就来到菩提道接着啊！那这就是已经伫咧到菩萨道的时啦，菩萨道的付出，有个人会感觉讲吼。啊，师父不是讲哦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啊！啊，佫叫我去做一挂人间事，甲恁讲，人间事才是真正的咱一大事。咱要伫人间中，会当通做到吼，做事圆满，做人圆满。那有圆满啊，无圆满？你若无入去人群啊，哪会知你有圆满啊，无圆满呢？咱就是爱伫人群中，是毋是人人会当肯定咱呢？是毋是人人会当相信咱呢？是毋是咱会付出呢？有帮助着人无？这呢，就是爱有人群。你若了解了讲。咱静下静思法脉的生活规则，这都是我们365天，那天天都是阿内行哇。静下写天下主宰人的家庭啊，你看修行者是安怎修行？为着要维持这个大家庭，因都爱真辛苦。安尼伫咧付出呢，伊爱替师父呢承担天下的大家庭这个责任嘛。那除了呢，在彼时的早课啊、共修啊，还要文化哦。你看，安尼规工啦，周日服侍啦，吼，那透早起来，甲暗暗休困，搁到透早。国家啊，都是安尼不断的循环过安尼的日子，这呢是承担天下事吼。那这就是咱一个家庭，希望人人会晓，甲这个家庭呢来，伫咱的家庭会来吼，就是修行者出家的菩萨啦，也恁的。社会呢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佛法咯吼。那佛咱的净思法门，迄、那个法呢爱入心，这呢嘛是成长家己的慧命啊。成长了家己慧命呢，那咱开始在开开了咱自在宗门，那安怎样导入灵魂？安怎样呢？艰苦之福。安怎样呢？甲佛法、甲世间法来甲伊汇合了后，咱搁再来转法轮，安尼呢？颠转相教啊，如是我见，如是我闻吼，如是我说，安尼呢？见闻呐、啊，去说法吼，安尼会看到，安尼会听到。啊，咱亲身体会到，咱呢入人群中来去说法，安尼叫做
人间菩萨求生啦、啊，各位，人间菩萨爱求生啊，人心一定爱净化。加一个人接触到主者，加一个人呢，转心轮啦、啊，转恶为善。那么，将歹的习气去掉，培养好的习惯来吼。那一个人的心轮转啦、啊。就会当无数人的心轮转，一定呢，爱人间菩萨救生啊！吼。